陀佛，欢迎回到给你点伤心的，我是小梅。欢迎，谢谢收看，给你点赞心灯，欢迎大家来看。
有吃过了吗？要记得多吃饱一点哦。有，我吃过了，谢谢。大家要记得吃饭哦。没结束了，还会继续直播，然后我等一下也会带大家一起去请师尊帮大家磨顶，跟大家要准备好哟。哦，我会直播师尊来的时候，然后画画的时候可能要看呢，因为我目前还不知道情况，因为上一次是师尊在讲新春节目嘛，然后那时候大灯师有说请各个单位配合不要播出，就是直播播出这些画面这样，但是我可能还要再问一下我。但是明天师尊在台北的可以播出的时候我就会播这样，明天雅琪也会来哟。Thank you.
谢大家收看，给你点上心灯。等候的同门都已经陆续进来给师尊摩顶了。谢谢大家。被看到了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啦，因为我比较矮一点，所以我要伸长一点，谢谢大家。
Thank you.
前一点。18啦，可以停。来往前一点。
是比较紧的吗？在八分钟，八分钟。我们现在要给师尊摩顶加持了哟，大家准备好？要加持了。对，要加持了。
哟，我们到时候见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来看，给你点上心灯。嘿，网络不好吗？我看一下哦。精神不好，就直接这样撞过来，六台摩托车都倒了，然后再外加一台
辫子，一台宾士车的那个车身都被撞烂了。可是我的亲人很奇迹的是，他没有事情。其他五台摩托车，五台摩托车的车主都有受伤啊，有流血啊，都还在住院。但是我的亲人没有，因为我的那位亲人他每天都有修真佛秘法，他每天都很认真、很努力的修，所以佛菩萨真的有保佑。大家也要就是，每天实修哟。
阿弥陀佛，请大家再次热烈的掌声，感谢师尊，欢迎大家合体。师尊很慈悲，还是要打金刚棍加持大家。好，师尊在打金刚棍的时候。Stop.